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，无怨无悔。干事业最重要的就是热爱，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，然后坚持下去。祖国需要我，我义无反顾。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憋着一肚子气。我名誉算什么？我不过就一个吴孟超吧。吴孟超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他们高。